It's the final countdown， 争夺季后赛门票进入到了关键时刻。NBA 美国职篮今天送上火箭对上灰熊，太阳对上湖人，象牙象苏季后赛门票到底谁能够拿到手呢？还在未定之天。体坛分析师罗宾车坛，哎，我要跟你讲哈，那两个 again 哈，前一段时间去美国，今天终于回来了。他们要为您送上 F1 沙烏地阿拉伯站的赛事分析。虽然红牛车队包办一二名，但今天不讲红牛。不讲法拉利，那到底要分析谁呢？看了就知道。全球精彩的体育赛事都在今天晚上9点体坛观测站。It's the final countdown. See the difference.